风天的周末，信义计划区飘着毛毛细雨，但百货、电影院还是涌现人潮。今天还好哎，昨天晚上比较有感觉，那看起来南部比较严重。没风没雨，应该机会不大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觉得不会放台风假哎。怎么说？现在算看起来风雨也没有很大的。北部感受不到台风威力，但随着时间越晚，风雨逐渐增强。周一一共有10个县市还有机会放台风假，因为根据风力预测，4号凌晨，云林、嘉义、花莲县最大阵风还有8到9级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则来到10到11级。另外，台东包括兰屿绿岛以及离岛、澎湖、金门、连江县也都达到停班停课标准，会蛮期待的。如果有的话，那当然是。好的，还是要有风有雨放的才是台风假吧。如果条件达到的话，以安全为考量的话，是应该要放，没错啊。根据气象局预估，宜兰县山区和花东有局部大雨或豪雨，而花莲山区可能会有超大豪雨发生。至于四号是否还会停班停课，还要根据风雨做观察，由各县市政府来决定。三立新闻徐诗婷、苏云宽、李梦山，台北、高雄采访报道。